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号上任到副市长的柯局长，在定期会当中第一遍被议员请来避询，主要是因为讲市员蔡小辉要了解到副市长的职务工作量到底是安怎，都是各有朋友交代讲要对伊较温柔的。书面啊，是。那我知道你的功能在哪里。好。我也好对我的民间友人，我们共同的民间友人有个交代啊。是，好不好？是。啊，你要找民间友人，你就找好势。你找迄个敌营的总干事，还是找敌营的迄个左手？哎，怎迄个要做双环啊？做来做民间友人，我听到迄电话，我都唔知要哪回答，好，你请回座啦。对着选举的场所，同款是要参选立委的蔡小辉，摕出一张相片来考试市长，成为了市长袂用抢袂到，都是暗中来考试着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确定搭配着参选副总统了，较愿意穿上着竞选团队的衫裤。赖清德还没有是副总统的时候，这件衣服他连穿都不穿的，连穿都不穿的。等到宣布他是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，才黄袍加身把他加上去。蔡小辉嘛，大方邀请市长黄伟泰会当出席了伊竞选总部的成立，绝对会当给市长上好的位置。你是咱台南市的市长，一直用 K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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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上边边，菜鸟阁翕无到。市长，是。你若是吼，愿意来我的竞选总部吼，啊，我给你徛一位足好的位，好无？我系咪会惊？你会惊？我绝对给你百分之百给你尊重。现在台南市是你当家的，怎么会不给你看在目睭来安尼？我刚开始起来。蔡小辉上午即阵时阵嘛，针对着赵经国的十大建设，甲蔡英文总统的八当八百亿，互相比较着经济成长率甲发展的实际效益。南面新闻，陈仁雄议会采访报道。